传说中的红房 ，Join or Leave。我们都听说呢，暗网是一个很神秘而且很恐怖的地方。这里面你可以雇到佣兵，付钱观看变杀秀，买到各种非法的用品。但是呢，我们都只是听过而已，也不晓得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毕竟网络上的资讯真真假假嘛。今天呢，就是想要实测看看暗网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的这些东西。江湖上有一个传闻说，你如果没有足够的骇客知识的话，上暗网很容易被盯上，然后暗杀。所以。大家低调点啊，看到这个影片的人千万不要太大肆的分享，能的话就自己看过就好。我们现在先打开暗网的浏览器，哦，网络上都有分享一些网址，就是那个浏览器你才能点进去的网站。那我们先简单的来选一个最好的有机大麻从美国运来，我把它复制上去，会不会出事？就是从这头开始了，没有了。什么都没有看到，我就看到一坨绿绿的，那是什么毛毛虫在吃的草之类的。所以是真的有这些东西耶！哇，屌，是不是要把我的视讯镜头遮起来？还有一个骇客集中区，进去之后他说要验证嘛，发德发科。哦，是一个很像玉立论坛的网站。我需要良好的枪支供应商。2019 UK Cocaine 最多人观看的是这个，它是需要罗马尼亚的假币。Hello， 有没有罗马尼亚的假币？因为我已经被骗两次了，他们这蛮会说请私讯我这样。所以其实暗网上面也很多人是上来钓鱼跟诈骗，毕竟是没有法律界限的地方，电脑资料也很容易被窃取。再贴一层卫生纸。我现在来到另外一个网站，恐怖私刑的论坛，还有一个人的脚在地板啊。而且有人的头跟手是分开的，一个异教徒的王子。我尽力保持思想开放，所以我不妨碍有人说服我关于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叫人写信去说服他说上帝存不存在。嗯，里面有一个东西蛮，我觉得蛮酷的哦，暗网中文论坛，它有中文的东西。抖音黑森林女主角，黑森林是一种蛋糕的。哎呦，这里有一个黑客雇佣论坛，网络诈欺、网络诈骗，找到失踪人员，在线约会诈骗，网络欺凌黑客。哦，所以这边有在去表层的网络进行一些 Great Gun。哇，这里就有卖枪，所以是真的。因为我那时候去美国买枪蛮容易的，只要你有合法申请一个证，记得都不贵，几百块美金而已。而且狙击枪比手枪还要便宜。哇，听到一个更厉害的网站，我不方便在这里秀出来，但是我来这里秀给你们看。专业黑客服务，结婚证书，还有驾照、假身份证、护照，一堆药，不知道是不是禁药，还有 iPhone。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红房这种东西。红房这里全部都是红房的资料，但是打不开啊。传说中的红房 ，Join or Leave。哇哦，这不就是我打电话去暗网那一集的那个网站吗？哇，我终于见到他了，是不是很兴奋？因为一直听大家在说红房、红房、红房，但始终没有真的见过。哇哦，他说要进去参观的话，需要支付。对啊，今天就是带大家探索整个暗网真实的过程啦，只是希望大家了解到这个社会上真的有这么样的一个无法无天的存在。正在这么幸福的社会，真的要知足。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是祭品，你要被这么多人观看，然后慢慢凌虐致死，你不觉得我们更应该要珍惜我们现在的资源跟幸福吗？就算钱赚的少，父母离异，到30岁还是一个单身狗，其实也是很幸福了，要知足。希望大家能了解到啊，其实还蛮沉重的。OK， 今天影片就到这啦。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可以帮我订阅、按赞，不要分享。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